之前伫咧江宜市南京路含新民路的路口嘛，来发生着一件机车含行人车撞的事故。江宜市消防局下报了后，随即派遣着救护人员前往抢救。伫现场总共有两位民众受伤，倒伫咧涂骹爬袂起来。消防人员随即替两个人进行紧急的处理了后，送到病院治疗。后续车祸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该市后来分队救人员到场之后，现场两名伤者倒伫路中等待救援。救人员随即前往查看伤者状况，发觉在奥多拜骑士意识清楚，机体坐出受伤；而被撞的行人意识不清，机体坐出受伤，嘴鼻啊有流血的情形。救人员随即替两人进行伤口处理，使用颈圈长背板固定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现场伤者有两名啊，立即派遣湖内911车、911车前往。他抵达现场，唯一机车骑士啊，不慎撞到欲过马路的路人啊。到达现场，两名伤者都是倒地不起啊，意识不清啊。啊，其中九二人员评估啊，患者啊，行人啊，意识不清啊，立即给予长背绑、颈圈固定啊，清洗伤口包扎止血啊。那另外一名机车骑士啊，也是因为高速撞击啊，安全帽喷飞，也是倒地于地上啊，九二人员立即给予评估生命真相啊，现场给予颈圈长背绑啊，清洗伤口包扎止血啊，分别将两名伤者后送于嘉义荣民医院跟圣马尔健医院。根据了解，当时奥多拜骑士在经过南京路甲新民路口时，疑似无注意过马路的行人直接撞到，造成骑士甲行人双双倒伫路中。该车上叫业务民众，骑奥多拜注意路况并减速运行，随时保持防行驾驶观念，才会使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你骑奥多拜嘛？亲爱的乡亲、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我们可以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。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